11:50出来送外卖了啊。今天比较阴一点，可能会下雨。今天跟昨天不一样啊，心情好一点，状态比较好一点。一样出来外面送外卖，还是说我这个设备的话换一个 TF 卡了啊？有可能是我之前做的 TF 卡坏掉了，一直出现那个什么闪退之类的这种状况啊。现在好一点。啊，出来外面送外卖，目前平台给我派了4单，准备开始取餐了啊。桂林米粉啊，11号。好，取到了啊，两个单下来就没有坐电梯了，走路下来就是千百家菜市场了。辣汁豆沙馍吗？95。好。南城乡啊。检测已到达南城乡半乡串乡馄饨乡16元店，经确认。三。还有串儿啊，等一会儿再吃吧。道路操作失败，请返回。全路段较窄，请注意骑行安全。百度地图可以送餐了啊。取外卖啊！哎，好嘞。谢谢啊，谢谢，谢谢。200米后路口右前方转弯。来，送10年北漂焖面。佼佼者，取外卖了啊！哦，是啊，是啊。啊，谢谢啊！哇，最近涨的真的蛮多啊，送了好几个餐都是装修师傅点的。对外卖，对，到东门了，在那个保安亭这里。啊，不好找。啊？不好看我，往后。好，看到了。看到了，稍等一下啊。来，谢谢啊。送到这个架子上啊，算了，放门边吧。啊，最近单蛮少的，
昨天今天也是啊，就这两天天气转凉了，中午没有那么热了。我之前中午穿这个袖套出来主要是防晒，现在穿袖套出来是怕吹风啊。天气凉了之后单就少了嘛，好多骑手都在休息。我在土黄鱼这边等老半天，应该有20分钟左右吧，一直都没有单，自己抢了一个单，就回程单了，就送完这个单我就回去了。一共大概送了6个单吧，出来了1个半小时，就大概就是这样子，就是快乐的时光总是这么短暂，所以我才说夏天的时候能多送一点就是一点。楼兰都7号，啊，第六单给送了啊。哎，到了。到门口了，你可以帮我开个门吗？按一下0101。好。来到千百家，好多骑手在那边等地单，现在才1点多一点而已，都没单了。买点菜吧，买个蛏子啊，蛏子15块钱，蛏子15的，对，15的。哇，还在喷水。这个活的，嗯，挺鲜的啊，看看，还有个多少？大葱，活的。啊，五里店南里。啊，谢谢啊。